新剧《白色强人》拜神，马国明与李嘉欣穿医生制服亮相。无限新剧《白色强人》演员马国明、唐诗咏、李嘉欣、郭晋安、何广沛、张希文、冯盈盈、黄家乐等在将军澳电视城为剧集拜神。马国明与李嘉欣剧中饰演心胸肺科医生，戏中有不少急症室抢救场面。马国明在 On Call 36小时饰演神经外科医生后，今次则扮演心胸肺科医生。李嘉欣笑问他经常说最想做什么科医生，马国明笑说梗系妇科了，多敬女帝爱吗？我弟今次剧里面都好多敬女，好似李嘉欣、张希文，今次监制每人都分配两个敬女，郭晋安就同唐诗咏、张希文，戏里面重几激情，全套剧最浓情戏取缔。李嘉欣小时候曾因切沙拉切伤手指见血休克晕倒，问到他拍摄手术场面是可有晕滴，他笑说我发现自己戏精自己凯血，无精见到其他人凯血，都已经拍过好多流血喷血场面。郭晋安、张希文，